吃点东西啊。哎呀，不要为了一点小事伤心啊，你在这里哭什么？走走走，快快快快快，走走走，快快快，姐，你姐怎么她那么抗拒？哎呀，打手，放手，放手！她跟我姐不离婚了，在那里伤心难过，我要抱她回去。你先放手，我问一下她。美女，你一个女儿多管闲事啊！哎呀，你推我干嘛？美女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不是，我不认识她嘛。哎呀，你放放开她！你多管闲事啊！我，多管闲事是不是？多管闲事是不是？哎，美美，你放手！你这是谁呀、啊？我是他弟，他弟怎么这么长的头发？哎呀，我多年没剪头发了。你不要多管闲事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我现在让你们放手，放不放？先放开。给你们一次机会。可以，哎，这样一人一个哦。是啊，怎么的？我现在给你们一次机会。哎呀，需要你给机会。哎呀，打你了，你信不信？哦哟，这么厉害呀！干他！哎呀，干他！干他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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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不行，老弟来呀，快点干他！你看吧，有！哎呦，哎呦，不在哪里啊，哥？欺负光天化日之下欺负美女，我是不想活了。美女有没有事？有没有事？没事。哎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里呀、啊，我刚刚从镇上回来，上班路被那个黑摩的放我下车了。哎呀，怎么现在还有这种人呢、啊？你们两个还不给我滚，是不是？还要来是不是？干了干了干了！哎呦呦，这么凉！谢谢你，美女啊！哎呦，你是哪里的？我是旺旺村的。哎呦，你怎么？哎呦，被黑摩的放你下车，我带你回去吧，我顺路的，顺路啊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那谢谢你了。哎呦，怎么现在那两还有这种人？快点走，等一下他们又来了。我今天刚从广东回来，回到镇上就坐一个摩的。他那半路都把我放下车了，吓死我了！这山路，那种是黑摩的，我们不要理他。现在快点走啊，我怕啊。